雷震，咦，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这一节课是歌唱课但是我发现说今天你们上这一节课是最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今天我不是教大家唱歌我是想说把我以前收集过的歌曲，然后介绍给你们。台湾有很多歌曲你不能不知道，尤其是原住民同胞的 他们的歌呢，有时候你静静的去听你会很感动。我先叙述一下说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原住民同胞从开始很讨厌，然后到最后慢慢慢慢变得非常的喜欢。很讨厌的原因就是大概20几年前，因为我爸爸人就是去给人家替人担保，结果就钱都被人家借走，然后他就剩下一块山坡地，就说好吧，那块地就让你抵押。那各位同学你知道那块地在哪里吗？在罗那，有没有听过在哪里？有的听过罗纳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到底在哪里？是在南投县的信义乡，所以我刚进去没多久就要进去那边有一块地，就要去开始种田。种田呢，因为那个山很远，那里面很深山所以他要办那个入山证。入山证呢，我第一天从叫去做工课心情已经很不好了。从田庄坐车坐得很遥远，坐到一半，结果坐到一半的时候，那关卡给你拦下来说你有没有那个我要入山证要检查。我爸爸就拿那个驾照给他看，这我第一个印象。他看完之后，因为我爸爸的那驾照是，这连接大货车。他看一看之后就来看我们的后面说：“你的后面有的东西呢？你后面的东西呢？”我说：“我们后面没有东西呀。”“你后面尾巴那个东西呀？”我说：“后面尾巴没有啊。”他说：“不然你拿这个驾照是连接大货车后面怎么没有东西？是不是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我们后面没有拖东西呢。”我就骂他说：“我那时候弄个叫还啊吼。”你请欢你听无？然后他也回我们一句说：“你的眼睛跟你的皮肤一样白呢。”我说：“什么意思？”“白目啊。”我说：“怎么这样？”他说：“我这个。”他说：“你拿的是连接大货车你小客车的，你开这个还是小客车啊？”我说：“哇，昏倒啊！”他说：“这个大货车呢，就可以开小货车。”有这样子吗？说有，你等一下我去问看看。进去问，然后他就拿我爸爸那个大货车的驾照，就进去问一问，然后就赶快跑出来说：“拍谁？我的华纳唔办我不懂啦。”他不知道说大货车可以开小货车，哇！刚进去就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被拦截下来。但是刚开始进去工作做一天，做两天，做三天，感觉很累。那时候放暑假，就在那边做到很累觉得说天哪，我很讨厌青山绿水，因为你睡了一天起来还是青山绿水，睡了两天还是青山绿水，看的实在是虽然很优美，但是很热又很无聊，只能种田，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在台湾的歌曲里面，你一定要听到的，因为它比世界上各种声音你绝对听不到。有没有听过八部和声的这一首曲目？八部和声，我想你们在一般的流行乐里面绝对找不到，所以呢，你等一下可以用心欣赏看看。八部和声是怎么唱的来，我们来听你一边看一边，你可以闭起眼睛慢慢欣赏。好，来，请。
生命危险，因为他们是围圆圈哈、哦，啊，你跑到里面去录哈、哦，你会被他踩到，如果不小心的话哈、哦，会被他踩，把张嘴都要闭哈，啊，因为他们在唱这个声音的时候哈、哦，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那个歌声真的都是非常棒，他们那个歌声你一定要去欣赏，哦，因为你平常要听到他们这种八部和声。哦，你知道为什么让我很吸引呢？他有一个大概很老的老太太哈、
我们都称他这个阿伯啊哈，啊，然后原来他是主唱嘞，他就是在那，啊啦啦的哆，我说，哎阿伯你几岁？他说89岁，他说啊你为什么可以唱这么圆，啊还可以主唱嘞啊，而且你要练习他那个词句哈，啊跟着啊你在旁边听的人哈，不管什么时候的人，你只要听到你就很想跟他们一起跳舞，好等等。啊那那的都因嗨呀咿呀哎呀呀啊嘿啊那那都，所以他们虽然词句很简单啊，我也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哈，不过他的那个歌声就是一阵一阵一阵，他说他这个是向那个大自然学习，所以经过这样的一段，他们说啊你们在唱这个要做什么，就是圣诞节要用的。他说圣诞节呢有很多外宾，全部刚才说全世界哦，他外宾要全部到达那个罗纳，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哦，叫布农族的一个部会。那因为我才听他们在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我说啊你们是不是在丰年祭的时候在办这种活动，我说他说其实丰年祭哈、哦、是那个中华民国政府把我们封成，叫我们叫做丰年祭。说啊，你们本来不叫做丰年祭哦。说没有啊，我们每年都，我每天都很丰收，为什么要丰年祭，对不对？他说啊，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丰年祭？他说，我们是唱歌，要让在外地流落到外面工作的孩子能够回到部落里面来。因为他们只要回到部落里面来，我们才可以保证、哦、他的个性他的心没有飞走。他说有很多部落的青年出去到外面就是酗酒，不然的话就是工作不正常，不然为了名为了利、哦、有的人都还讲说哦，有的都流落到街头去，甚至已经沦为雏妓、哦、去做性工作，他们都看得很伤心难过，所以我们才要举办一个叫做丰年祭。其实我们以前不叫做丰年祭，我们以前叫做巴拉棒，巴拉棒就是大家要回家看看你的部落，好，就是说回来看看你的部落的意思。所以再下来这一首歌呢，就是古鲁玛哈，知道意思吗？布农语叫做回家吧。你可以看到那个校长哈、哦，这一位校长，他正在介绍的时候，你会听他，你听他在慢慢介绍。他说这是他丰年祭的时候看到哈、哦，那你在慢慢他介绍，他在介绍说有一位小姐叫做哈、哦，哎，她姓田，东华小姐。这位小姐呢，她曾经代表全部的那个哦参加。就像现在的星光大道一样，结果他是得了冠军。冠军之后，中华汽车全部那些广告商都来跟他签约，说来来来，我跟你签约好不好？然后他想了又想，那个这位校长等一下会介绍说，为什么这位东华小姐她不愿意离开她的部落，其中答案就在里面了哈。虽然我今天是教唱歌，不过我希望说你们要先学会从鉴赏开始。好，我们来听这首《Guru Maha》。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刚才最后一个布农的创作歌曲《孩子们回家吧》。Bukan maksud silakan ikut
madura bukanlah madu silangkan di Tuhan yang dunia masih kuat kali bagai mata kita jin bimbung siapa rundung bar mahali mundur kita kita继续热烈鼓掌好不好？再继续热烈鼓掌，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青年在这当中，在这当中给我们很棒的，很棒的。我们再继续热烈鼓掌，让他们在后台听得到啊！啊，感谢主，感谢主，好，谢谢，谢谢，请坐。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很感动？我相信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生命要去感觉，生命对我们的呼唤。我们生命本身就有声音，而声音是对我们心灵深处在呼喊。我们觉得我们生命要听得到有一种呼喊的声音，是对我们心灵里面说话。我求主能够保守，让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感觉到，我们不熟悉的一群人。但是似乎神在呼唤我们，让我们熟悉他们。果真的，当我们熟悉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说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什么，是他们在帮助我们，他在帮助我们看见一些更大的一个世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感觉到尊贵。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尊贵，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爱我们所爱所在的土地。神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土地，神的爱在其中。什么时候我们把它糟蹋了这块土地？什么时候我们人在这当中浪费了这个资源？当我们觉醒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有一个族群他们在那个当中是凋零的吗？不是，他们站起来。今天不是那一块地，是整个台湾都要站。他最后呢讲到说，站起来的不是那块布农族的土地，而是整个台湾要站起来。当你听到说整个台湾要站起来，那个现场哈、哦、是很久以前他们的丰年祭哈、哦，听说是丰年祭，但是他们不是哈、哦，他们是在唱出说叫他们的孩子都要回家吧，哦，所以他们唱完这一首呢。有没有跟我们今天所要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你要站起来。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要站起来？因为他已经看到很多人的生命都已经凋落，一直凋落，他们发现说回到部落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在这里面哈、哦、你会知道说我们中华民国那个流亡政府来到台湾，我听其中，这是我亲眼看见听见哈、哦、就是有一位住在那里面的一个原住民同胞哈、哦、他那时候呢刚去的时候，他就是为了一件案子被判刑15年。然后他为了什么案子？就是砍了一棵林务局的树，结果他去砍的时候，他把它砍下来一个扯来西尊哈、哦、然后就被林务局起诉。啊，起诉的时候，那个原住民哈、哦，那个
然后讲还呐、啊、哈、哦，那时候我都叫他还呐、啊。他去跟那个法官讲说，哎，我问你啊，那个所谓那个什么林先生，他把林务局当作是一位林先生，说那个林先生那个树是什么时候他来种的啊？什么时候变成是他的？法官跟他说，哦，1945年以后，那个树就是归林务局管。他说不对啊，林先生也没有来找我啊，那棵树是我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种的啊，所以那是我们的啊。他说不对，那一棵树是林务局的。他说、啊、林先生也我也没有看到林先生，他把他当作是一个人。他一直跟法官理论到最后，他讲了一句就是说，他说这个很奇怪的呢，那个有的人砍那个树哦，王八蛋，那个会死人的呢。他说有的人砍树哦，他说他们砍树都砍掉一人高，结果呢他看到他们那个族群部落里面有人砍树，他还骂出来说那个很王八蛋的，那连根拔起来，那个会死人的，我阿公交代说那个会死人的。这个时候他就看了之后，他就说以侮辱法庭要把他收押啊，他当然不服气呢，专给弄一下，因为法警专弄里边，结果以袭警啊，结果专被判15年，那个警察受伤，平白无故被关了15年，到底关几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被判决15年。等他判决这15年之后，我发现说这个到底我们政府亏欠原住民同胞多少。再来下一首歌，它叫做《婆说美丽台湾》。这首歌呢是30年前早上我跟那个何瑞元博士的太太哈、哦、在讲说，他妈妈也有做一首曲子叫做《美丽岛》。这个《美丽岛》，我说是不是很久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样，但是这位要唱的人他说哈、哦，你听他的歌词，他说他把我们平常看得到的东西把它纳入歌曲里面，多感动。因为你里面看到有什么，他说我们这里有一群勇敢的勇士，有生命的勇士，因为我们这里有什么水牛、稻米、香蕉还有玉兰花。我说这平常我们都看得到，但是他把它编成歌曲的时候你会很感动。好，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美丽岛台湾》。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美丽岛台湾也是一样哈、哦。台湾特别对原住民来讲，它就是我的土地，我的母亲。当有一天你们或许有钱，可以有绿卡跑到美国去了， maybe 可以到中国， maybe Singapore Hong Kong， 但是原住民可以跑到哪里？千古以来原住民就在这块土地，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一起为这块土地来歌颂、来祈祷，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台湾虽然是小小的，但是一年四季的丰盛的果树看到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生活在这个美丽的 beautiful island Formosa 台湾。东华小姐她实在是非常的优秀，她的音质是多么优美。等一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知道吗，东华小姐7年前中华汽车举办了全国性的原住民的音乐大赛，当时1500多个原住民男女青年参赛，不知道巴奈那时候有没有参加我不知道，因为他的音乐特别好听，你知道吗？我们比赛了半年，终于我们的东华小姐得了冠军，这样子的。当时呢，中华汽车很多的唱片公司知道东华小姐得到冠军的时候呢，唱片公司亲自的纷纷的来到布农，本来要把的东华小姐带到台北成为优秀的歌手，但是当时我们的东华小姐想着想着，当年的部落
为什么优秀的原住民都要离开部落而去呢？所以他拒绝了这样的一个邀约，宁愿留在这块土地上，陪伴的族群，重建的家园，守护着那美丽的森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台湾西兰的母亲。咱的祖先一直给咱交代，一直讲不要忘记，因为这个妈妈在咱台湾内底。或许你有钱也当移民，我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受训虽然人数很少，不过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因为我打算这个展示料这些我都要收起来的，所以你在外面听不到了，因为歌声真的是那么水，你不能就是说我就要唱那个海洋音乐季，还是说那个春天呐喊那种的歌声才是会当让你震撼。其实当他们唱出这段声音的时阵，到下一首你也感觉，请你用心去听看麦啊吼，他是一个东埔国小的学生，当你要给他录的时阵吼，伊感觉足歹势，按过吼，伊感觉上我总共录了很多首里面，那这一首里面他是东埔国小的学生，
一位叫马更校长，他带他的孩子去比赛，结果遇到台北儿童合唱团，结果评审一评审下去说他们输了。但是那个马更校长他不服气哈，他觉得说我们台湾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被埋没掉？结果他去代表团，从他们族群里面一直去募款，然后带他们去那个菲律宾去比赛，结果当裁判宣判说，全世界最好听的声音来自玉山，就是东埔布农族。哇，他们欢呼起来，这首歌。那天马更校长跟他讲说，哦，不要担心，只要把玉山的声音唱给全世界听，你们就够了。所以这首歌已经30年，好，哦，这是东埔国小，这首也叫做妈妈，美丽的妈妈，它是用原住民语去唱出来，哦，但是这首歌曲在我们国庆晚会时阵，在阿扁总统就职的时候他有把唱过，唱完之后克林顿总统就像我昨天跟学员介绍说，克林顿总统听完叶太太克林顿夫人就流下眼泪说，希望你们留下来，哦，他说不要，我要留在自己的东埔村里面，因为就像他讲的说，为什么我们台湾优秀的人才都要来到美国，你就懂得这个意思，哦，他是用原住民布农语发音的，不过你仔细听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叙述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台湾妈妈。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我也要我爸爸6日回来这里看我，顺便买礼物给我，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我也想要电脑，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Thank you.
欣赏哈，这一首曲子哈，你看到里面的每一个人物现在都已经20岁以上，包括那个小娃娃已经也20岁了，所以你在外面听不到这种这么美的声音哈，所以他们的歌词意思就是说，妈妈，请你放心，我会很勇敢的在我们的部落长大，不会离开这里。当他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你的感想什么款哈。当你一直想要往外飞的时候，你看这我们该向他们学习什么？好，这喜欢一直做惭愧工，为什么我们不能向他们学习，留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台湾？好，谢谢，今天谢谢大家，一起欣赏，好。印尼，谢谢大家。